今天我们来编织这个花型，用那个浅蓝色和白色编织。这种花型织个小盖衫什么的都很好看。我用蓝色和白色。下面我们开始起身。我起针是53针，51针那是打花样的，然后还有2针是边针，所以我起针是53针。现在我要先打2排这个上下针。边针。我们先来织一排上身。织一排上身以后，等一下我们好分组打花型。现在我们开始打白线了，白线我已经接好了。踢白针，织白线。1针，2针，3针，4针。划一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隔一针，14针，再隔一针14针，这针我们不织，14这线我们不织，我们划走。不能多一针少一针啊，4针划一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
这边是正面，刚才织的是反面。编针，上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针我们不织，这针也是划过，这针划过之后线要是后环线，划过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针是不织的，但是这只要守后环线，然后线守到前面来，继续编丝。白线的第二排我们就打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换线了，下面要织死色的线。这排死色的线就全部织，然后也是全部织上身。这已经是第一排的配色配好了，第一排的配色配好了，要把死色是头线，这线我们打一排过来，要把是打另一排过来，到这边才能换白线。这全部打下针，这排我们要织白线。白线是从反面织过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划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针是划身，这针就是这针，这针要划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样的呢。这针我就是我们要划针，这针是颜色是织的线是不变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走白线正面，第二排的排线正面。
这针是射针，是编针的，留编针的。打上身四身，上身四身，线绕到后面划的划射针，因为射针打的是下针，再来四针，不要忘记了是四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白色第二排配色是第一排，是第二排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走，这针就错了。这针应该是，这针刚才就是错的。这针应该这线不能织，不能织，也是这针要划过的，不能织的。好，这边我们放下，有没有事？这针本来就线要从这里过的啊。好。这种配线就要很小心，每一针都要很小心。循环多打几排，这个花型造型全部都出来了。这里第一排，这是第二排，到后面这针配线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换紫色的线。这里全部是上身，紫色线全部是上身。紫色线打背面是全部是上身。循环打个五六排的，就花造型花型全部看出来。我们循环是编织。花型我们就已经编织好了，白色和两个颜色搭配编织的话，有不同的感觉。这个很清爽，这个颜色蓝和蓝色编织就很清爽，这个和紫色编织看起来就也很好看。搭配颜色是看你个人喜欢。是反面，正面。